解放战争失败后，女特务蛰伏几十年，为掩护身份嫁给农民，连生八子。情报工作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在我国的近代，国家经历了很多场战争，最终才建立了新中国。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不容易。当初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军统，我党也有中央特科，都是一些情报组织。小编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战争中的情报人员。一些常规的情报获得就是通过侦查或者是分析战场局势，要想获得一些重要的情报，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情报人员打入敌人的内部。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，国共双方内部都有对方的特工。在国民党的军统中有不少的女性特工，他们也学习一些西方的培养特工的方式，用女性更加的方便。在戴笠戴老板的手下就有一支红粉军团，就是戴笠专门为了获取情报而培养出来的女特务。在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就往我国军队中派遣了大量的情报人员，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，并且源源不断的渗透到我国军队中。我党也经常肃清这些人，在建国之后也进行了一次大型的肃清运动。虽然这次运动力度很大，但也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伪装的很好，最后被人们给忽略了。这些人的工作特殊，所以他们会有各种办法来伪装自己。他们互相之间是不会联系的，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一些高级的情报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份，这就叫做单线联系。在军统中有一个女子叫做张春莲，因为她样貌出众，人也比较的聪明，于是就被军统给招揽过去了。很快她就可以独立完成任务了，谁都不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，因为她和领导们属于是单线联系。解放战争之后，国民党溃败，所以那些特工有的藏了起来等待时机，有的跟着逃跑了。当时因为逃跑比较匆忙，所以张春莲就留在了大陆，她一个人生活，为了不被怀疑，于是就选择了嫁人。她选择蛰伏起来，嫁给了一个农民，俨然就是一位贤妻良母，为这个农民生了八个孩子。她的邻居亲戚们也都不知道她的特工过往，虽然事情过了很多年，但是我党还是发现了她的身份，最终把他枪毙了。其实当时有很多人，他们也都藏了起来，一辈子用另一副面孔生活，没有人唤醒他们，他们就这样用伪装的身份直到死亡。